现在在乌干达北部的山区里面。听说这里的人晚上会在这里从事一种很神秘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活动？嘘，现在天快黑了，我们静静等待。哎，也不知道我打听的消息是否正确啊！我左等右等，上等下等，天都黑了啊，还不见人影，这还要再等下去吗？哦，大姑啊，天已经很黑了，都黑下来了，什么都看不到，还不来？这么久，终于等到神秘客出现了。嘘，小声一点，等一下被发现就糟了。他们就在前面，不知道在干嘛，聚集在那边。目前看到两个穿黄色衣服。前面有一个一个盒子，感觉他们到底在干嘛？没关系，我直接问他们。Hello，Hello，Hello，What are you doing？ 啊，他们在采蜂蜜啊！原来是在采蜂蜜啊！干嘛三更半夜弄那么神神秘秘的 ？Can I come in？Yes, you can come. Oh, really? Sorry. You okay. Don't fear. What? You don't fear. I don't fear. I don't know. 没关系，先进去再说。Okay, let's go. 虾米啊，山里头乌漆嘛黑的，连走路都有困难。当地人竟然在这个时间跑来采蜂蜜。哎，这难道这里的蜂蜜有什么奇特之处吗？好，过去看看再说。你看，有看到？我刚看到他们就这样子，穿的神神秘秘，真的远看很像那种什么实验室的装备一样，然后穿这样都网子，然后帽子，然后一体式的，原来是在采蜂蜜啊。What's this？ Smoker。哦，那个喷那个烟。Put some fire。Yes。Say again。哦，那你有看到？来，它这个木屑啦，哇哟，这用木屑，它整桶的盒子，然后木屑。他丢了火进去，然后把那个木烧那个木屑，他这个要喷到 use this to scare the bees。这个方法其实好像还蛮普遍，还蛮常见的，因为之前看一些采蜂蜜啊什么，也都是用这种方法，都是用拿烟去熏他们。So from here we go to the box. Oh, in there. Yes. Oh, how many boxes there? 30. 哦，那边有三十个。Can we go? Yeah, we shall go, but you need to put on.On attire like me, so that you're not sting by the bees. Oh, yeah. So it's better I wear this. Yes, better you wear this. Oh. 结果老板一直问我害不害怕，最后他还是跟我讲说不行，我还是穿上比较安全 ，for safety. OK， 那我们还是把装备穿上吧。也不知道非洲的风会不会特别凶。OK, let's wear the suit. OK. 虽然 Mr. Ben 嘴里说采蜜不危险。但看他这么谨慎，包的又密不透风，我想我还是乖乖穿上风衣，免得被叮得满头包啊。好，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服装给穿好了，这是我第一次穿上像这样的捕蜂服装。然后这桶子里面呢，放了一把刀跟这个刷子。How this useful? No, this is for yeah for harvesting. Yeah, so this one here for.Oh, remove the beans. Oh, okay. And this one? For harvesting. Oh, cut. Oh, 了解. Cut the what? Why you not take the honey in the day? Why in the night? You know, at night, the bees are friendly. They don't sting. But friendly in the night? Yes. 这是什么理论? And during the day, yeah, they were angry. Yeah, they were angry. They can sting you. Oh, really? Yes. 这倒是很特别哦，因为我们刚才在台湾，我看过很多节目介绍啊，像
他们抓蜜蜂都是白天去抓，尤其像他这是养殖，因为他不是野生的那个蜂窝，他是养殖的，他们都是白天去抓。但是他说白天不行，白天他会攻击，要晚上才行。What kind is this bee? Is normal kind or something special? No, it's normal one. Just normal one? Natural one, yes. 哦、oh, ，就是很自然的蜂蜜啊，很一般呐、啊，奇怪啊。非洲蜂有特别凶吗 ？OK， Let's go， Let's go take the honey， 走。听 Mr. Ben 的口气，他养的不过就是一般的蜜蜂啊，不会特别凶猛。我们从头到脚包成这样，应该万无一失了吧？哦，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它是整个架空的，它是用铁丝有没有？这样绑起来，而且架空的。然后你有看到已经有一些蜜蜂在外面这样子爬来爬去。It's just small size, right? Yes. Very small. Yeah. 哇，这还蛮小一只的。So, okay. How can we do now? So now, first of all, you do like this. Yeah. 哦，用烟去喷它。Just like this? Yes. 哦，我发现它没有什么烟的，烟并不多呢。I help you. Yes. And just keep yes doing. 旁边有人来帮忙了，烟要多一点。哦，打开了，要打开了。哇，好紧张哦，越来越多了。哇，好多哦！哇，我好紧张哦，我的天哪！哇 ，How many bees eat one box? Many. How many? You think? 哇，有没有看到？等下，有没有听到那声音？嗯，它整个都已经开始出来了，哇，跑来撞我。They won't attack us, right? 哇，他用手去把它搬开。You just use the hand? 哇哇，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 ？OK, let me. 我还试着把它打开。然后对它不停的喷，哇哇。还是刺了进去啊！啊，它刺了进来，好痛哦！哦，我天哪，好痛啊！那个蜜蜂还是刺了进来。Yeah, guys, they can use that. 啊，好痛哦！可恶 ！You go. No, no, they are attacking me. So you go back. Okay, go. Go back. 啊，我天哪！我要离开一下，他们一直攻击我，我受不了了，好痛哦！因为超多，你们看到我身上超多只的，哇，超多的，而且因为我里面穿的是短袖，它其实还是可以刺穿这个衣服哎，哇，好痛哦！我第一次被蜜蜂这样攻击，啊，受不了 ！Oh my god！ 快喷我！哇，哇，好痛哦！So, 果然很凶。So we go there. 哦，他说我们要撤退一下，现在太凶了。Okay, 喂喂。天哪，我们才一打开盖子，箱子里的蜜蜂发狂似的群起攻击啦！原本以为穿了风衣就没惊，没想到他们竟然厉害到可以钉穿风衣。哪呢 ？You say in the night they are friendly.No, they are attacking me. They will attack you. Yes, so many. 哎、欸，我第一次被蜜蜂攻击，而且超多只。我现在，因为我现在里面穿的是短袖的，然后我没有再穿任何外套。我想说，它这应该够厚，可能不会。它没有，它这个布料，它直接一刺就全部都刺进去。刚才我整只手上全部都是，我现在里面整个都在发痛，好痛哦。Don't do like this. They'll know that you are an enemy. 哦，你哦，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动作太大，他们觉得就是感受到我害怕，所以他们也会。这样攻击我哦，然后看到我们里面最勇猛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坤哥摄影师，把灯拿来看，短裤短袖，他有没有攻击你？比如说他刚才一直在旁边，一直从我的灯一直哒哒哒哒，那有叮你吗？有，我就赶快把它弄掉。你看他现在还跟过来了，我的妈，他等下被烤焦了。现在我怎么脱衣服啊？他一直跟过来，还是我们后退一点点？对，后退一点嘛。哦，好痛哦。虽然刚刚被叮的地方好像只肿了几个像蚊子叮的小包，但还是隐隐作痛啊！而且我们都已经退出了养蜂区域了，
蜜蜂大军好像还是紧跟着我们，看来只好先听 Mr. Ben， 把蜂衣交给专业的来，卡透懂来。不知道蜜蜂是不是因为被我们的灯光打扰，开始出现攻击性的行为。即使大哥他们不断对着箱子喷烟雾，蜜蜂还是发狂似的横冲直撞，连摄影机都不放过。即使摄影师穿着风衣，但我在外头看了，也不禁替他捏把冷汗了。都飞进去了。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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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子飞过来了。飞进去了。飞进去。被叮了，坤哥给你打个灯呢，他会不会飞过来？我被叮好几个，被叮好几个。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个，来，我听到蜜蜂声音了。灯先关掉好了，不行，我还没开。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好痛哦！他们根本就发了疯在攻击耶。有两只叮到三只，哇！现在又一个。好，我们先出去再说，先出去再说。直接叮到我的头，头皮。先出去再说，先出去。我的嘞，非洲小蜜蜂也太凶狠了吧！发动攻击一点也不输给虎头蜂的狠劲哎，让我们只好狼狈的暂时撤退。中间如果发出任何情绪性的语助词，请大家多多包涵啊。在哪？在哪？对，好了没了，兄弟啊，掉吗？掉吗？烟雾。这里还这些都是吗？小小子。那不是，那是大蚂蚁。我们刚才本来有几只身上有几只针要给你们拍，正要拍的时候，就说蜜蜂群体攻击，我们就赶快跟逃难一样的躲出来。然后我们来问一下，哇，你有看到这个对不对？嗯。哇，这个是最红的，但怎么没有肿起来，只有红一样。你这是第一针是不是？对啊，你攻击你的第一针，啊，就飞进去，我把它，怎么把它弄死？捏死的，然后结果还有好处，是都勾，还有是不是？对啊，都跟着那个蜂窝过来，对啊，你就总共被咬了几个？应该有4-5个，4-5个，对啊，哇，好痛哦，它这真的攻击人不得了，可能是被我们灯激怒了，啊，后来就整个都飞出来。啊，你刚才手不是还有一个？对啊，手有那个针肿起来，拿进。我现在靠，他妈都会惊，怎么办？跟我们赶快下山的啦，别讲黑吧，咱来行。我们都已经退离好几公尺远了，蜜蜂还要穷追猛打，比之前我在孟加拉碰到的大只野蜂还要凶上好几倍。好险，我们是晚上来采蜜，要真像 Mr. Ben 讲的，蜜蜂在白天活动力、攻击力更强。那我们更是别想全身而退了。现在 Mr. Bean 已经帮我们把两个蜂窝拿出来了。哇，好大一片！它直接这个就可以吃了。现在吃吃看。哇，好好吃哦。超甜的。哇，真不愧是天然的蜂蜜啊！像一个蜂窝，你这样养。到你收成多久可以收成 ？Three times in a year, between February, March, you can harvest. June, you can harvest. In December, you can also harvest. 哦，它一年就只有这样三次可以采这个蜂窝。虽然大家今天被蜜蜂叮得很惨，但能尝到这么甜的蜂蜜，也算是一种补偿了。